我是子怡，今天来到图书馆提升一下东河的枪械使用水平。开局有个人直接被子怡送回老家，结果子怡同时也被送回自己家。那开局野牛再次滑过来，我要报仇，榜首终止了。为什么这些人喜欢来我们的家门口呢？事实正如子怡刚刚所说，这些人都不知道从哪里绕过来的。听外面脚步声好像又来了一个，仔细听，还在打我的队友，肯定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呀。斯卡在手，直接扫，像这种枪都是卡不了手的。在家门口晃一晃，因为对面非常喜欢来家门口嘛，结果这一波就被秒了，刚刚还满血，你还复活之后你还自己跑过来了，送你回去。还感觉这是连杀的节奏啊。M249一掏，你看这个气派，扫一波提前枪。就对面这条路经常会有人打，所以提前扫就行了。 M16 有时候会卡手，所以一定要暗中射击，手速要快。对面就算发现子怡了，他刚刚也是变成了残血。现在 VSS 不行呀，呲水枪还是呲水枪。可是面前的这个狗洞哥给了子怡机会，把他带走。现在成功的解锁 SKS， 点了两枪之后就收掉了。同时我们的队友好像退了两个，现在应该是图书馆的2-4。其实我们的这个二号队友退掉其实也没什么啊，我完全可以1-4。但如果要帮助，请不要抢子怡的人头，好吧，多谢配合。这里他直接从狗洞绕过来送你回去，跋山涉水来偷我。哎，没看到我再喷，直接超神了。复活之后呀，外面听到脚步声了，直接送走。现在是双喷，加一下血量，感觉还可以继续杀。结果对面好像是看子怡在加血，直接冲过来。复活之后真的是巧啊，你在这边蹲什么，两喷直接送走。然后 P1911 的话在这边卡一下视角，听到脚步声直接出来打。平底锅已经掏出来，对面还遥遥无期，直接冲进人群里拍拍拍拍了半天。我在拍什么？我在拍空气吗？红队诞生了，复活之后呀，你还跑到我脸上了。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